怎么了？快过来，爸爸。哟，慢点儿，小心小心。生日快乐！老公，每天都开开心心哦。希望你每天都能陪我一起玩。来，许个愿吧。爸爸，你许了什么愿望啊？时间过得飞快，真的不敢相信，一眨眼，我已经35岁了。每天的奔波和忙碌，有时也会让我感到疑惑：我是谁？我要去哪儿？但是只要一回到家，一看到他们的笑脸，我就有了新的动力。我答应过的，我要让你们过得更好，更幸福。其实我不是什么超人，也不是什么英雄，但是关于家的每一件小事，我都会全力以赴，说到做到。就像我爸，什么重活累活都压不倒他对生活美好的愿望。他亲手教我学习每一个新闻，带领我发现一个又一个新世界。儿子，你是爸爸的骄傲。爸，有一天我要带你去看大海，陪你钓更大的鱼。老公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怎么会忘记呢？老婆，其实那时候我就默默下定决心要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小宝贝儿，你是老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，我想永远保护你。我舍不得错过你每一步成长，因为你总是能带给我生命的惊喜。我偷偷告诉你们哦，爸爸说我是最棒的小公主，那我觉得我爸爸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爸爸，爸爸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爸爸，你是我的英雄。小公主，爸爸一辈子都会守护着你。哥们儿，好久不见。虽然我们从不说常联系，但其实彼此都明白，在需要帮助时，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永远都是你。
我许了什么愿望呢？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，自己能够一如既往的，让你们露出幸福的笑脸，让你们拥有更好的生活。这样我会觉得，其实自己挺牛的。